听说您最近那个新谱的一个歌曲，能不能够让我们那个不是谱，不是谱，那个是我们带团到马来西亚去表演，那我们的这些鼓舞上台都会唱《橄榄树》，那这个信徒啊就起哄要我上台唱歌。我想出家人上台唱流行歌是不成体统，是违反戒律，是不可以的。但是大家起哄之下呢，我们啊、这个好像我们为了要募款嘛、啊，总有一些方便门嘛、啊，为了就是让信徒欢喜，所以我就上去唱了，唱了就随意把歌词改了，把橄榄树改成菩提树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西方，为什么流浪，流浪生死流浪，为了法传非洲的远景，为了许佛慧民的梦想，为了非洲的孤儿，流浪生死流浪。哎呦哎呦，为了梦中的菩提树，菩提树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西是西方为什么流浪生死、啊、为了法传非洲的愿景，为了续佛慧命的梦想，为了非洲的孤儿生死、为了我梦中的菩提树、啊、就是这些我们现在 ACC 的这些孤儿都是非洲的菩提种子、啊、那其实是我是五音不全、啊啊、音乐不及格、啊、让我唱歌我是很尴尬，那我大家起哄了、啊、所以我就这个把歌词稍微改了一下啊，把橄榄树改成菩提树啊，阿弥陀佛。谢谢师父，哎呀太棒了、啊、你是临时改的、啊、对呀、啊。